我26年来不敢过母亲节，从来都不要。但是当我看到这么多人都为了我们而聚在一起，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动。我要说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过节。跟我相依为命的白大哥也走了。对，哥哥。我都没有对外说，我一个人自己承受过来了。那现在真的叫做独居老人。请你听上句，掌声，予阮安慰，阮的感谢，会当幸福相抱。好感动哦！现在是三月，妈祖出巡，妈祖，对，有什么人要来弄脚卡无？有两有保庇啊！今仔日哦，真正足侪人来挂香，足感动的，是啊，我哪像目屎都要哪流落来？为什么呢？大家甲冰冰姐拍一下抱啊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时间过太紧了哦。冰冰姐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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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真正看到你一点哦，看到伊安怎，想要哭，伊写写得做歹哟。我26年来不敢过母亲节，从来都不要。有人请我来这里作秀，我只听到日期，没有想到是母亲节。我后来觉得好后悔，但是当我看到这么多人都为了我们而聚在一起，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动。我要说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过节。我们爱冰冰姐，对不对？我们爱不爱白冰冰？爱，大声说出来，爱！冰冰姐加油！你们大家对我的爱啊，我真的是深深的会放在心里，因为一直没有说出来，今天整个公共的啦，就在上个月，哦，你一定会吓一跳。怎么说？跟我相依为命的白大哥也走了。对，哥哥。我都没有对外说，我一个人自己承受过来了。那现在真的叫做独居老人。但是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陪着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